现在是台美关系最好的时候，我相信古立言处长荣升返台之后，台美的关系还会更好。台湾和美国是彼此坚实的伙伴，积极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发展，面对中国一再挑战并试图改变台海现状，台湾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，将致力维持现状。最重要的是，美国会持续大力支持台湾自我防御能力。我们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有着共同而且长远的利益，这对印太地区还有全球的安全与繁荣极大重要。虽然美国和台湾在面对着越来越复杂的挑战，但我们的长期的伙伴关系也不断的强化。我有信心，在全球民主共同体的支持下，我们可以守护台湾的民主，促进美国与台湾的繁荣，并且将我们的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对这次一点都不惊讶。在我20年前，